安娜约我出去逛街，我背个包准备出门喽。啊，天哪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的包包怎么没有颜色了？它们可都是我最喜欢的包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小朋友们，你们能帮我找回它们的颜色吗？我的迷你双肩包是什么颜色的呢？我们来试试这个 Blue。不对不对，它不是这个颜色的，这个颜色也太不好搭配衣服了吧。我们再来试试这个 Yellow。 没错没错，我的双肩包就是黄色的。我的菜篮子包，这可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呢。哇哦，我们来试试这个颜色吧 Red。不对不对，它不是这个颜色的，我们再来试试这个 Blue。 没错没错，我最喜欢的蓝色。下一个，我的手提包，试试这个颜色 Green。 不对不对，它不是这个颜色的，我们再来试试这个 Pink。没错没错，就是我最最喜欢的粉色哟。下一个，我的单肩蝴蝶包，我们来试试这个颜色吧 Brown。 不对不对，它不是这个颜色的，我们再来试试这个 Purple。 没错，就是粉紫色。下一个，我的手提包，我们来试试这个颜色Brown。 没错没错，就是深棕色。好了，我的包包们颜色都找回来了，我要出门找安娜了，就背这个黄色的双肩包吧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卤蛋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我先想一想吧，我们先去前面看看。好，看前面有酸奶、哦、我想吃一个酸奶。好，老酸奶，等着我去给你拿啊。这个行吗？可以可以。哎，啃啃啃，这边有薯片，我想吃薯片。好，我给你拿，给你拿两桶行吧。啃，你真好。你呀就嘴甜。我们走吧，再去看看别的。哎，卤蛋，你那书包不是快坏了吗？要不买个新的吧。嗯，可以可以，我要那个蓝色的。这个吗？嗯，对，就是这个。你看看怎么样。嗯，不错不错。看，我什么也不要了。那我买瓶可乐喝吧。看，我也想喝。小孩子得少喝碳酸饮料，我回去少分你一点。好了，我们去结账了。嗯，走吧走吧。老板，结账。好的，请稍等一下。哎，对了先生，我们超市庆五周年活动，猜字谜赢免单大奖、哦、猜对的越多奖励越大哟。哇，你们要不要参加一下呢？阿姨，规则是什么呀？一共有五道题，猜对一道题奖励5元代金券，如果猜对5道题就可以赢得免单大奖啦。哦，我们参加嘛。可以啊，那卤蛋你猜吧。那听好了，第一题，一人在内猜一个字。这个我知道，是肉，红烧肉的肉，我最喜欢吃红烧肉啦。你别笑。嗯，小朋友真厉害。那当然了，我这么聪明，这么简单的题根本难不倒我。快说下一题吧，老板。一个狗，4个口，是什么字？嗯，是气，容器的气，我们今天刚学的。小朋友还真有2把刷子呀。听好了，下一题喽。1家11口，猜一个字。是几字？哈哈，老板，我已经答对3道题喽。卤蛋，你可真厉害呀。那当然喽，我可是学霸。下一题啦，
一大二小是什么字？是那一字。嘿嘿，耶，就差最后一道题了，我就可以赢得免单大奖喽。老板，快出题吧。别着急呀，小朋友，我这最后一道题是压轴题，可就没有那么简单啦。听好了啊，一点一横长，一撇到南阳，南阳有个人，只有一寸长。这，老板，你确定这是一个字吗？对呀，你好好想一想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赶紧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，这样我就能赢得免单大奖了。卖冰激凌喽，冰激凌，谁买冰激凌啊？这个地方还不错，就是今天的太阳有点大，好晒呀，我要赶紧卖完这些冰激凌，然后就可以回家吹空调了。卖冰激凌喽，好吃的冰激凌，各种口味的冰激凌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欢迎前来购买冰激凌。卖冰激凌喽。哎呀，这是什么鬼天气呀，好热呀，怎么没人来买我的冰激凌呢？再这样下去，我的冰激凌都要化了。哎呀哎呀，好热呀好热呀，这天气也太热了吧，我得赶紧回家吹空调。哎，前面那个人不是芭比吗？这么热的天他又在卖冰激凌了，这也太辛苦了吧，我该怎么帮帮他呢？哎，有了，我可以叫我的同学们来买芭比的冰激凌啊，这样他就可以快点卖完了。我真聪明，就这么办了。我的好朋友们，我有事要拜托你们，一会儿你们每个人到芭比的冰激凌车面前买一个冰激凌好不好啊？千万别说是我让你们去的。好的好 的, 好的，我们知道了。芭比姐姐，我想要一个冰激凌。哎，安琪拉呀，你怎么出来买冰激凌吃了呀？今天天气太热了，我想吃一个冰激凌消消暑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，你等着，姐姐给你拿啊。我想要一个草莓味的。好的，来，安琪拉，拿着。谢谢姐姐。姐姐，这个多少钱呀？哎呦，你是凯莉的同学，你就拿着吃吧，姐姐不收你钱啊。好吧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姐姐请你吃的。好了，快回家吧。那好吧，姐姐，我就先走了。姐姐姐姐，哎，这不是艾莎吗？怎么了？你也想吃冰激凌？是的，姐姐，我想要一个巧克力味的。好的。这个多少钱呀，姐姐？哎呀，不用给钱了，姐姐请你吃的，快回家吧。啊，姐姐，这不用，不好意思，你是凯莉的同学，都是好朋友，请好朋友吃个冰激凌没关系的吧。那真是太谢谢姐姐了。没事没事。今天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怎么凯莉的朋友都来买冰激凌吃了呀？哎，看来今天也卖不出去了，回家吧。芭比，哎，凯莉，战况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卖出去很多冰激凌啊？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因为是我叫我的好朋友来帮你的忙的呀。怎么样，多少管用吧？天哪，原来是你，凯莉，你知不知道？因为是你的同学，我都没收他们的钱，今天这一天呢，算是白干了。啊，不行，我要把钱要回来。哎，凯莉，不用了，我真的请他们吃。凯莉 ，Hi guys， please give it a big thumbs up down below this video， subscribe my channel， love you。